三句话行吗？你问吧。好，第一个，你在互联网上最喜欢的就是博主或者主播是谁？七哥哥。七哥哥。嗯。就是，第二个问题，你说出他就是他五个优点。他五个优点。对的。他牙好看，然后特别喜欢牙，然后第二个，他高，不是，他高，对，他高。三，他会说话，不是他就非常善语言，善语，语言这一块很厉害。然后第四个呢，他脚臭，是除了他这个风格，就是他那个什么，不是直播风格嘛。脚臭，然后第五个是，很帅吧？还长得很那啥。OK， 那第三个问题啊，你说出他五个缺点呗？五个缺点。五个缺点。缺点的话，看着有点不聪明，一有点傻。二呢，说他傻吧，有心机啊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呢，那个缺点，是牙很少，牙很少吸，那就先这样，那我们下次再玩。好嘞，拜拜。